好，今天早上9:36啊，我们圈子里面提醒大家啊，今天主力资金还是有在积极的流入医药方向啊，积极的在流入医药方向啊，医药方向的话偏指数啊，偏大啊，然后科技题材呢，今天是一个考验性的交易日啊，科技题材就像无人驾驶啊，包括商业航天啊，能不能直接一笔连续暴涨，还是今天呢开始调整一下？今天就是个转折点啊，所以今天是个考验的交易日啊。然后指数总体表现很乐观啊，虽然说昨天晚上外盘大跌啊，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市场。但你看，昨天晚上美股这边跌2个多点啊，大跌一个多点啊，2个多点，一个多点啊。欧洲呢，对吧？都一两个点的跌幅啊，整体都1、2个点跌幅啊。所以的话，早上的话，A 股市场大幅度低开，但低开之后非常积极的反扑啊，非常积极的往上去修复，创业板、深圳都还盘中一度都红了啊。然后小票呢？小票红盘家数也更多一些，所以的话，市场总体表现是非常的乐观非常乐观然后等指数调整充分，对吧？再集结新的进攻再集结下一周期新的进攻现在10:20两市早上的一个大低开修复，对吧？一度翻，一度上零轴，对吧？然后再回踩目前回踩到10:20的话，比较充分了市场看在这个地方能否形成向上的一个转升期指、港股这个地方都有转升机会然后题材这一边的话，早上我们提醒的。早上我们提醒的这个医药方向目前呢红盘个股仅有这个，对吧？红盘个股仅5只然后整体呢大涨指数性涨幅可能是冠绝全场，对吧？这个就是对于市场资金偏好的理解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然后今天指数表现是比较乐观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反抽之后再单边杀所以这个盘中逢低呢可以挖掘机会